这事儿已经传遍整个京城了，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晓。就姐姐不知道。就是啊，我出去买菜的时候也听说了，不像是假的。哎，满仓，什么时候来的？也不送个信儿给姐夫，让姐夫去接你吗？姐夫，我可不敢劳您大驾。 您现在可是京城的大才子，万一为了接我耽误了您作诗，这我可担待不起啊！你们都知道了，这么快啊？这哪算快呀？您在石花馆都数了七八盆花了，我们要是再慢点知道的话，您怕是都夺了七八个花魁了吧？ 幼娘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哟，瞧瞧咱们家老爷，唱了轰轰烈烈的一出旧风尘，这脸儿都被挠破了。这下到想起夫人来了。生辰哪了？快让我看看。幼娘，没有大碍。你听我说，我跟玉姑娘真的……哎，幼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真不是去抢花魁的，真的，我是被人拽去的。我也是迫于无奈。幼娘。 幼娘，幼娘，你开门啊！他们都说天下的男人一个样，我还不信。你要是自己不想去，他们还能硬逼着你去吗？哎，幼娘，我还真是被人硬逼着去的。我现在领着官差，我不敢不去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幼娘，幼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咳嗽了？幼娘，你开门啊！你先喝点水，你别着急。喝水，喝水，我不想喝水，你都给别人做事。 从来都没有给我做过事，我坐，我现在就坐实给你听好不好？你听着啊，一杯，两杯，三四杯，五杯，六杯，七八，哎呦，幼娘，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，那首诗真的不是我写的，不是你写的，还能是花魁他自己写的吗？真是他写的，真是他写的。幼娘，幼娘。